宵夜时间了。最近的话，感觉蛮久没有自己下厨做饭了。今天就有点特别想吃宵夜，就是也不是特别饿嘛，就煎块牛排，然后吃吃就好了。自己的话也没有煎牛排的那种锅，然后随便就拿炒菜的锅来煎一下就好了，没那么讲究了。牛排也买了蛮久，还有两片，拿一片出来。撒点胡椒，胡椒，再来一块动物黄油，冷锅下油，终于搞定了。然后其实还是蛮简单的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就不好吃。然后但是这个黄油真的好香，还有这个蒜也炸得很香。我还准备了一把剪刀，家里做牛排就是这样，啥都没有，也不是经常吃，好油啊感觉。先试一块，好香黄油啊。感觉我腌制的时候盐放的有一丢丢多了，有一点点咸，炸过的蒜，好吃啊。现在把它给切下来，都切好。现在都吃完了，很饱了，还剩两颗蒜我就不吃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